多高？棕色的。棕色的。是啊，中正的。中华田园区啊。那个我们还有个棕色的样子，嗯，还在啊，给我看看。哇，好可爱哦，露露，近一点。嗯，露露。要是有条件的话，我们都抱回去养。你认不得空气遛狗。再说。天天那个，你放学回来几点钟回来要做作业？嗯。要晚一些没见。晚一小时，那个外面个，我问一下村里面哦。要天啊。你看，萌萌哒，萌萌哒，狗狗好可爱哦。嗯，棕色的。你要看中，那就看中这个。好，好罕见。嘉轩，走吧，进去吧。回来了，在这里溜一下都回去了啊、哦！吃完饭来这里溜一下，嘉轩，啊，我说我们在这里溜一下都回去了好吗？哎，来，他们在里面跟着去了得了。啊，你走着走进去得了。你不想玩了吗？腻了。妮妮在这里不想玩了啊、哦。家就在旁边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，只要他不关门。那怎么可能关门呢？那我们回家。哎，刚才你姨妈来了，今天带你们，我们主要是带她带了姨妈的客人来这里一下哦，回去了。人多多的，空气不好，回家好一点。